你是什么被激六个大过来不被退学？哎，大家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！从今天开始，我宣布，你就是我的女人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注意啦！注意哦！注意哦！那我要追嘛？追啊！我不用追，他住我隔壁啊。 每天都在演戏，肯定要臣服你。什么都特别大，不是你看我发的视频。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，有一说一，香港妹、新疆妹都是我的后宫佳丽。你家住海边，什么连海鲜都吃不起。个性太独立，需要送去再教育。我也不喜欢你美国闺蜜，不要再跟她来往，乖乖听话，我才会爱你。想看你穿小粉红内衣。 为什么你都不回复我的信息？我对你轻声细语，欣赏你轻声细腻，跨越底线进去，遇到我算你幸运。我可以原谅你，只要你发个道歉声明。我说亲，让我帮你解放你的狼性。开个价，要多少都可以打给你。看看我以前的朋友锦涛跟马云，这就是反抗我的下场。You know me， 想带你去逛逛集中营，一起躺在我的房舱里。 对你的爱无限期，你还不懂，先送你第一桶金，再准备五桶。 照片烧掉了，商店送你的礼物都还给我，都是你的错，不该是意大利面。好像是非的，好像要侵犯，不管喜不喜欢，你都是我的。 学生会伟大奉献责任就交给我吧，您老该退休了。